赞大赏机。今天是张嘉玲来到台北什么不到。另外还有一种隐藏的商机，你可必须要是熟门熟路才能够吃得到，这是五星级饭店的菜单隐藏版。这些不是在台面上的美食，一般人想吃很难吃得到。像是韩式爱美酒店，它的隐藏佳肴呢就是男女补汤，华国饭店是马祖的老酒虾，在神旺饭店就是咖啡羊排了。平常您吃不到没有关系，一定是透过管道独家揭秘，带你来看到底有多特别。菜单看得到的不稀奇，看不到的才特别。饭店隐藏版菜单大揭秘。韩式爱美酒店隐藏版是这款男女补汤，男补汤用海马、鹿茸、猪肉搭配枸杞熬煮，得等上8小时才能完成。女补汤选用红枣配上冬虫夏草，猪腱肉和鸡肉一样得熬煮8小时才能上桌。小小一盅不便宜，要价2800元，得3天前预定。这个炒牛河也是隐藏料理。用杏鲍菇代替河粉，减低淀粉和热量，吃起来和干炒牛河口感几乎一样。炒出来的样子跟它一样。哦，看不出来。看不出来，要咬，其实要去才知道。它是比较珍贵一点的，所以通常在菜单里边没有了。会想要尝试看看，对。所以隐藏版的话有兴趣的，对。有，因为觉得还蛮有趣的。华国饭店的隐藏版菜单是这个马祖老酒虾，陶板烧热到200度，加入瓦跳跳的鲜虾，倒入限量马祖老酒调味，一套要价880元，也是要预定才吃得到，每天最多提供3份。有个饭店隐藏版只有大菜吗？喜来登饭店隐藏版就是传统小吃四神汤，肠子以费工的双层手法制作成肠中肠，是老板蔡成阳指定的隐藏料理。还有饭店隐藏版靠滚搭搞创意。神旺饭店隐藏版是这道咖啡羊排，拿咖啡入菜，羊排过油后加入咖啡酱汁，去掉羊的腥味，新吃法挑战味觉。羊排单汁要价220元，还有这个月黄酥混合咸蛋黄和豆沙中和甜味，四川手工酥皮，小小一颗40元，是贵妇下午茶的最爱。外面都是椒盐啊，或者红烧那种啊，就然后就配了一点咖啡，就没有这么单调这样子，就是。最喜欢喝咖啡？哇，早上喜欢喝。今天早上拿来做料理。对啊，对啊。因为其实常来吃就会知道说，主厨都会不定期有一些很神秘的美食可以吃得到这样。他就把那个寻龙云的鱼子呢，去做成就是用瓦萨比的方式来吃，吃起来口感还蛮特别的。其实隐藏版的意思就有一点沙比斯。它可能不是说特别是在菜单里面定价里面的一个菜色，吃到一些比较隐藏版的，我是觉得啦，你还是要跟这些主厨要博一点感情啊。饭店隐藏版菜单，内行人才有门道，一定是透过镜头独家揭秘，带你找管道。一点中左蔡莫真台报道。